才就带了这个强攻才有这两波。景天，景天要开肿了，准打得过吧？这波，景天在鸟 ，Q 打到，一天晴天。一波景没 Q 到，还站一下，哇！我要晴天红了，你看走下来了。晴天，晴天刚错了，晴天刚错了，兄弟，看到这些，这波中期红温，我晴天刚直接走上去了，兄弟，晴天刚直接操了一下，我操！哎，这波怎么说要说？有点燃，哦，不是有疾跑，真要缩了。单杀了，这波肯定单杀了，技能轰的，完了！哎，第二个没空，单杀了。不是晴天在干嘛？别怂！单，我的妈，胖哥，这轮被秀的，胖哥。上路其实，喂，晴天，晴天想开大的，想操作，找角度。哎，感觉有机会啊！走走下来，虽然有点燃，但是感觉有点打不过。了 Q， 躲了一个 Q。致命控 Q， 死了，死了，楼下这边要死了，感觉要被追死了啊！我的发回头反杀咬死了，那哎，开大了这边，全胜姿态，筛包，现在开，不是你打得过，不是你打得过的，开大就有点猛的，哎，走位，上来，哎，没 Q 到，直接吃了 QA， 得跑了。但他又跑不掉，我还有一个枪，百山，晴天上头了，感觉他赢了。哎，想打这个位置打一套，两个，第二个 Q， 开完大全胜姿态对拼，百山这边有点火，在草丛里拉扯，走位扭了 Q 三，回身一个毛没猫到，但是没来了，有疾跑过来，百山这边可能会被单杀吧？回身一 Q 咬死了，这。主要那个 Q3 被走位扭了，第一个 Q3 被扭了，太痛苦了。